第一场就是 Dream 要对阵的是 Breaking 机器，一个搬的禅院，一个是搬的梦境世界。嗯，这场比赛也没有什么太多悬念。Dream 的这个 TVJ， 我觉得打国内的重组拳的时候，包括基本上就操纯操作就死了。对，纯吃操作。Dream 呢，他现在的确还是打不过现在韩国的一些一线选手，甚至顶级选手甚至一线选手，但是打这种二线选手，他现在随便打。对，这个选手最近也提高了不少。但昨天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在面对王者归来的比赛中，的确还是被乱干啊，各种被乱干。不，王者归来太猛了，昨天那个状态简直要人命。昨天有点他巅峰时候的感觉。对，这王者归来太强了。今天我们反正会进行四场波舞的一个淘汰赛啊。其实我今天蛮希望俊木打生化部队的。对，对吧？他应该会打生化部队吗？好，我们看一下终点位，这边蓝色的人族选手就来自于 Brave Star 战队的 Dream， 是存在了左下角的8点钟的位置。右上角红色的重组选手就是来自于 AX 战队的Blinking 机器，存在了2点钟的位置。Blinking 机器的风格，我觉得 Dream 可能有点不适应。哎，不会的，你相信我。可能会不适应，上来会被搞一波。我跟你说，不是根据可能会在中期直接先张罗打一波。我跟你说啊 ，Dream， 我觉得就他就正常打的话，就正常的这种暴兵的这种打法的话，就两矿，然后三兵营这种，先火车解放者或者火车女妖过来骚扰你，然后开三矿压出来，这种这套开局很流畅的情况下。博人机中期那一波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没，博人机器不是3分20秒防张龙桃吗？经常，这一波还是有点凶的。那这波还可以。对啊，他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被打伤了。对，这波还可以。这次的这个16进8的比赛，几乎都是中韩对抗啊，几乎都是这样。我觉得八强可能就没什么中国选手。哼，那我也觉得，对吧？就很难再有中国选手吧，强。这个实力有差距，你也不得不承认。反正我看今天这几场好像都没啥太大机会。鸡哥待会儿也得死啊，鸡哥！你们不要觉得鸡哥就打了，那怎么打嘛？对啊，啊 ，Rex 打 Q 这个不用说了，对吧？还有一场。吕布打这个 Sotof， 这个倒无所谓，先放一放。啊，吕布万一被 Sotof 干怎么办？今天要下，刚大概一个小时前，我还在跟盛亏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说吕布打 Sotof， 他说不会打不过吧？他这个币很猥琐的。我说那不好说。我说如果你都在怀疑吕布，如果都在怀疑吕布打不过 Sotof 了、啊，那基本上可以开了，好吗？对，是可以开的呀，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对吕布可能是有点误解，你知道是什么吗？不，他不是对吕布有误解，而是最近吕布的表现让他对吕布有了误解。是的呀，他对吕布绝对是有误解，就是他觉得吕布是一个鸡，对吧？但吕布鸡管鸡，但是他是相对于那些韩国顶级选手来说，或者相对于他曾经的巅峰来说，他变菜了。但吕布的那个韩服天梯分随便拉出来是6000-7000的实力，怎么就鸡了嘛？不，那话又说回来，那他怎么输给 Michael Size 的？我觉得只要是个韩国的一线人族，就不可能输给 Michael Size。那有大可为什么输给 Michael Size 了吗？那不也是一样的吗？你问的那么玄学的问题，天梯战神打赢谁都正常。那你按照你的说法，那为什么 Michael Size 冲上谁都会输嘛？只要是个虫子，他都会输嘛。好了，这边 Blinking 机选择了那个跳飞龙，估计就是他那套。
我记得有一天公路杯他不是输给了那个嘛，输给了那个什么李峰嘛。啊，他为什么是输给李峰嘛？哎，你不要问那么玄学的问题，反正我就说天梯战神只能打天梯，打不了比赛。我已经选择的是一个两矿跳飞龙，他这个是他这个开局好像也就他在跳飞龙了，没用的没用的。这个开局打 Dream 一点 ，Dream 也是一个很早就出来打比赛的一个人主角的。这个他开局只要是不是星星带的军之心，他最擅长的套路嘛？对。对吧？你跳飞龙，你跳好了。我重军之心打飞龙，不要太厉害。感觉没啥用，你觉得呢？没什么用。我记得，我记得上次打谁也是跳飞龙，然后还跳赢了。然后就感觉没啥用啊！不是跟自己，我想起来是那个高校赛那个庞克对那个蓝星，然后跳飞龙。本蓝星太小了，可能没怎么见过跳飞龙的战术。对，他没见过。救一下房子，然后三开。跳飞龙呢？我说老实话，如果真的是跳到了，还是很厉害的。现在其实这个局面来说的话已经算是跳到了，但很厉害。对，不是我所谓的跳到是进去洗了一波农民，把对方的兵签。那废话，这不洗一波农民基本上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现在还不算跳到，现在哪算跳到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吗？还没进去洗农民的，别人三基地也开了，但我怎么感觉巨木防得很好啊，啥都没打到。哎，我跟你说啊，今天下午李培南嘛，他莫名其妙来找我打星际，昨天他晚上他不是被我干了吗？然后呢？然后他气得一逼，今天下午又来找我打，然后被哥你妈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最关键的是法人路过我的座位，他说你跟谁在打星际啊？我说跟李培南呀。然后法人就自告奋勇上了一排。然后妈李培南被干了是不是啊？李培南你妈抱了20条飞龙过来，法人你妈的7个海盗过去，使出了飞龙消失术。他不会散一散吗？哎呀，李培南我他妈看的真的眼泪都快看出来了。他连法人都打不过，那说个毛？妈法人打的你妈笑嘻了，在那里了，他妈受不了了。这啥都没打到啊，不是跟你这个这飞龙白跳了。不可能打得到的呀，白跳了这个飞龙。那他不好打，说你这个飞龙呢顺利能够过渡到你这个一攻一防狗毒爆，然后速度好，龙狗毒爆这个套路是没有问题的。讲真不好打，妈的，这巨母这个小的操作小的细节太好。对啊，巨母本身操作就好，打这种非常厉害，他只要不上军坛就行了，干嘛我为什么要上军坛？上军坛就被你滚，很有经验，直接去打四矿，这波就要跟你换。在军坛外面跟你打吗？对，你只要跟我在军坛外面打，我觉得无所谓，这个该打，对吧？打嘛，我就跟你拼操作啊，来嘛。对啊，哎，这你妈，这他妈就是被秀呀！这波，但还是打过，还是打是大赢的，但不赚啊，不赚。幸好最后一波还撞到了飞龙，没怎么死。我觉得飞龙没死还能接受吧，还能接受。刚才那波其实毒爆虽然很，哎，这波但是有机会，这波如果能够打掉的话，哎，我觉得后面有雷神接上来了。有雷神吗？我靠，不是跟一姐那么狠。有雷神的啊，这两波吃的还行。嗯，但是整个局势不是跟一姐，除非四级的开的比较舒服才能打。整个局势他并没有什么太多优势。军坦主要还怎么说呢，
铺的不是特别好。如果军长铺的好一点的话，现在就是有。我觉得后面带地雷就有点打不过了，你看着。看带地雷，你耗不过。带毒霸的能不能抓到一波农民啊？看看。而且地雷速埋也好了。啊，对。我说带地雷就不好打了。感谢，祝碧蓝航线越来越火，还有师兄北仔巴巴的福袋和飞机啊。嗯，感恩兄弟啊。好，来，这波还是可以的。还行，撞一下。直接你不直接进去就好了，刚才。哎，妈的，没操作呀，估计。要这样的话，也没撞到什么东西。撞到点房子也行吧。有什么撞什么啊？现在就是。飞龙数量呢，其实也不能说多。这个飞龙只要稍微死一死就没了，大概也就十三四条的样子，也不说也不算多吧。这个飞龙数量，就这个正面是没法打。他现在兵种有点被克，被地雷克。对，他这兵种被地雷克的有点太伤了。感谢这个祝碧蓝航线越来越火的两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对吧？人工运营还可以，运营爆兵都还可以。但现在就军坦没有铺出来的情况下，过一会儿地雷顶上来，你这波操作可能会操作不过。真的运营爆兵都还可以。免试矿型要塞变好了，那基本上。感谢这个祝碧蓝航线越来越火的三个飞机。我靠，这碧蓝航线。感谢这位兄弟。碧蓝航线是什么？是个游戏吧？估计。肯定游戏啊。好的，现在才真正的考验。对，就这一拳。这一拳 Bring 机应该再按点毒爆，对，再按点毒爆打包夹呀、啊。这个时候正面滚的话，其实不一定滚得过的。对于 Jim 来说，现在有两个机会。哎，还可以，其实还可以，但是打不掉。哎，这个时候强行去洗农民，洗不掉，洗电农民啊。这个时候还行，还行。啊，不管了 ，Jim 不管了。Dream 如果是等三攻三防再跟柏林基打的话，那柏林基这个局面是绝对打不过的。三攻三防随便打，飞龙已经没用了。现在对有雷神，柏林基对于他来说现在只有狗毒爆。包的还行吧，包的还行，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这波还可以。但后面兵还有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再来有毒爆，就关键有那个地雷，我跟你说太容易失误了。哎，对对，这地雷一失误就没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好吧？这太容易失误了。人主如果没有地雷的话，那重复就随便滚了。这波其实已经换得很不错了，因为在军武三攻三防好之前换了一波，这样的话其实给了自己一些机会。但是军武怎么说呢？操作的也还不错。并没有换了战损打不过，等到三攻三防好了，我说最后就战损打不过了。你现在最后换，你随便你怎么换，换到后面巨木矿都开了，你又冲不下来巨木，然后你换着换，对方六矿就开了，后面有地雷，你一个失误你就崩。对，这局面就一个失误就崩了。但是你如果你能做到完美冲锋啊，你每次都不失误，那你无敌。做不到呀，这个。我靠，被你妈雷神各种秀输了。这个就是虫族的典型的死法，攻防也落后，然后就这种东西典型死法。牛出来也没用，现在打不过光头，就我们这边四个光头一照，打不过光头。我觉得Bringy中间有几步没做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兵呢、啊，在自己家里面放太久了。他应该是，像索拉那种，就不停的去换对方的经济，不能让人族把四矿和五矿开得太舒服了。你要把人族的经济压榨干。感谢祝碧蓝航线越来越火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可以了兄弟啊，这局面已经没救了，就这局面就最后战损没有，换到死。你只要让人族把四五方开出来，你就没得打。虽然说虫族这边现在三攻三防也好，但是呢，你的这个兵种还是一直被克。对。雷神已经变形了，你待会儿飞蛇过来，他随便打。这个太克你这个兵种。幻家，这个幻家有意义吗？换不动了，他应该早点换。就你就靠毒豹跟狗在正面对吧？军坦上面放着，然后大量的兵去换对方的经济，你不能让对方把经济开起来。把你狗毒豹炸完，然后直接给你甩就好了。对啊，慢慢的把你油耗光就行了。感谢这个球乃明日方舟红红火火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趁这波冲的还可以，还行还行。哎，不会把巨木耗死了吧？最后一波应该耗不死吧，因为有形要塞的话你打不见，你只有打三矿，打三矿也行啊。哎，解放者出来了，哎，有点冲不进去，这个解放者出来就不一样，解放者出来你又站不住了，虽然只有两架，但是已经够了，因为牛也不多。如果不是跟经济一鼓作气能够端掉右边的那片矿，那个行销赛那还有的打。端不掉。这。但现在就是他这口气，如果刚得住，俊母其实也挺难受的。对。俊母好像停止铲地雷了，这个是个可能是个伏笔啊！我跟你说，没有地雷你解决不了那么多狗。真的可能是个伏笔，你这个没有地雷你解决不了狗。对，但这几波牛冲的有点死的有点过了啊，这个没必要这么死。感谢这个球乃明日方舟红红火火的两个飞机，还有拉普兰德做得到吗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好了，直接拆你六矿，没有地雷还有三个地雷。哎呀，就。继续耗啊，俊母其实解放者站不住了，不是跟经济三片矿开起来了。哎，不，我跟你说真的，俊母可能打不过了，经济不够了。俊母没钱，主要没钱。对啊，没钱的呀，马上。真的有可能不是跟经济这盘，只要扛住啊，这最后这拳如果扛得住，可能就要翻。哎，这个经济换家怎么说呢？换的还行，但换不动。我换的还行，换的还行。换那波不对，我觉得战损没亏这波。俊母也有点被换慌了。对，早就该这么换了。他一定要压人族的经济，正面你虫族只要在军坛上，最后靠毒豹狗滚是有机会滚赢的。对。但俊母现在把这一片矿开起来了，家里面他迟早还是能解决的，再怎么着都能解决的，新出兵。这个时候就是，就俊母开矿，然后守这个五矿很重要。对他五矿只要有，他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兵。本根基也这样冲的有点过了，但我感觉冲不下去了。冲的太过了，这波。哎，冲不过去了。这波冲的太过了。现在本根基经济有点这个落后了。对。还输了，差一口气。看到六矿了，至少不能告你开出六矿。这差口气，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嘛？嗯，一口气的问题，我觉得这盘打的还可以。讲真，打的还可以。他这种你妈的牛狗乱冲，冲的军部还有点虚。军母其实没必要去开这个六矿，六矿本身他就守不住，只要把自己五矿守住就行，这个兵还是源源不断爆回来。地雷还是很多啊，这地雷只要多起来的话，那你这狗和毒豹是没有意义的。就不是根据现在经济很差，他一直在压榨自己经济，爆各种的在爆这个牛狗，但他这爆都没有时间。其实冲的军母有点虚，就是他少量的牛加狗，然后冲到总是能战损，这个可以，这个
真的，我跟你说，他这么拼，俊姆的经济要崩了。对，因为俊姆下面的矿已经采干了，可能要崩了。俊姆的经济，其实就是因为俊姆在守两片矿，就根本就没有必要守两片矿。啊、你现在就等于你如果说守两片矿，就等于有三片矿在守。你三片矿，你一共才只有三十个农民，你守得住吗？他其实不，你就守两边，然后他只要蓄起来一波兵，其实伯根经济就打不过了。但伯根基一直没给他续的机会，所以这一盘我感觉翻了。现在伯根基各种的在跟你换，翻了翻了。换完之后，他伯根基家里面各种的在运营，翻了。我跟你说，翻了这盘翻了。我也觉得翻了。不是那个伯根基现在有三矿在手，他只要续牛狗毒爆就行了，因为他现在的经济支撑他爆牛狗毒爆是没有问题的。而俊姆现在对，哎，下面这边矿和上面这矿两边要手，压力很大。就是刚才两边手导致两边都守不住，关键又不是行星要塞。这个行星要塞其实都还好一点，行星要塞你可以突啊，少量的兵是冲不下来的。我跟你说，现在俊姆打这波牛狗有点打不动，已经打不动了，永远都在被换。对啊，他有点打不动了，地雷不够，你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狗。GG好了，这波换的还可以啊。就那两头牛在下面换的还可以，我估计都换傻了。感谢周卫兵身体健康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汉堡哥哥牛逼，这盘打的还可以，这盘。嗯，这盘他在中期的那个就是最后那。抽了两头牛带一波狗下去换经济了一波，换掉了对方的五矿，关键是那个地方太关键了。感谢邱老，现在英格兰出不了线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俊姆先输一盘，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们开个静态。俊姆已经先输一盘了。你声音稍微大一点。啊。感谢球老，现在英格兰出不了线的一个飞机。好了啊，富贵险中求啊，买定离手。啊，这次真的是富贵险中求了啊，兄弟们。外面全部开了。感谢大肠粉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们了。第二盘啊，好了，来了。野兵营呢？好了，兄弟们，你们可以大胆下注啊！现在那个伯伦根基基已经1-0领先了，比赛野兵营的呀。对，这场如果说野兵营被伯伦根基发现的话，伯伦根基可能就能拿到赛点了。这个位置感觉应该是发现不了。其实野两兵还好，还是有后手。对，感觉是发现不了。哎，未必要，这个好像有点机会哦。哎呀，拐了，差一点点。嗯，有点可惜。那这个位置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回来收了，已经。哎呀，不过马上他就知道了，比兵营的也没啥，知道就行了。马上知道了，是马上就知道了呀，我也没乱讲。好了，看着，文杰的打法非常偷，他是想一分这个50几秒的时候开三矿，很偷。
看他防的怎么样吧，直接三根管子，这个是大可的方法。三根管子可以，可以，我觉得。对，这个是大可的方法，直接三根管子往下爬。感谢祝碧蓝航线越来越火的一个火箭。我靠，兄弟，你妈的，你跟碧蓝航线到底有什么冤什么仇啊？先赶一下，不要让你输出那么多基地的血，然后把所有的三根管子，如果对方是一个三病的话，那你是没有意义的，你还是会被打下去。这要拖大量的农民下来，这波羽皇马上要出来了，他是堵你，不让你那个的呀。还有狗，没那么好，只能说干扰一下。还可以啊，哎呦，还这干扰的还可以啊，哎，还可以啊，我跟你说，哎，还可以堵的呀。我靠，这个操作有点东西啊。好，他打完之后直接下去干嘛？我下面还有呢。再爬呀，三根管子。你再堵啊！哎，没那么好堵，这把你。你这个位置打不到那个有什么用啊？我感觉还是输，还是要输。主要基地被搞了，有点可惜这地方。这基地是肯定掉，是。他想留口血给基地嘛，但你必须要给那个地堡了，托农民。人家可以回那个的呀，回去的呀。你妈强打！哎，这个地堡打不到啊！啊，那还好一点。好，他这根地堡护住了，还可以啊，这两波防的。但这个经济这科技差很多啊。哎，完了，这个管子他就不该动。这个管子一动就没得了，一比一，对吧？不该动，一的一，这拖农民没用了，这波拖就死了。那边你妈的机场都好了，是的呀，一比一。刚才巨母这个就卡位，包括他地堡修的那两个位置都很精髓。对，因为他的小细节的确特别好。对，感谢再助周卫兵。万事如意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刚才那个兄弟肯定你妈的磕了多少很多金，然后发现你妈这被骗了，这，你妈有点想象力啊！感谢呆呆熊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都是二次元，我感谢就在我生不到麻省博士的一个飞机，我靠，真的假的？你妈的，现在都什么？感谢兄弟啊，牛逼啊！他的我们他妈的什么？我们直播间动不动就他妈麻省博士都来了，不是有很多二五仔都是那种，就是在国外，然后就是国外读书嘛，然后。在国外那几年就很无聊嘛，很孤单嘛，然后嘛看直播什么的，这很正常的，对，有很多都这样的，有可能。好了，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地图上方的十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福林基地啊，地图下方的就是五点钟方向的蓝色的人族选手俊。真的，这边在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淘宝店现在你们下单了之后啊，就没法发，已经是没法发货了，就还有几个东西能发货，但是呢，估计也就这样了。就如果你们拍了东西。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初七初八之后才能发货。这个是对，就是没已经没快递了。对，很多快递都停了。所以说，大家如果买了东西的观众的话，记得稍微等等，因为没办法，这个春节已经到了嘛。哎，那过年有没有地方可以发东西什么的吗？肯定有，也有快递。过年顺丰能做吗？哦，顺丰我估计也未必有，他说有应该有，
加田顺风可能对但是顺风很贵，你说的没错，顺风怪的确很贵，但别人你妈都不做的时候他在做嘛，是要贵的。好了，本宫就直接蟑螂一波了啊，蟑螂了啊。但这个是一个，哎呀，他这个农民探路的开局，你就不好用了这个。感谢求奈周卫兵心想事成的一个飞机。这你妈，感谢兄弟啊！我要搞个耳机回去，不然到时候直播还不好直播。家里面有耳机。好、啊，去搜你的狗，搜的非常到位，搜到了。哎，他要上去看一眼嘛、啊？那么细啊，打的这个细节要比李佩南细多了、啊。对，有经验，他进来看一眼。这要比李佩南细多了。确认你有没有出蟑螂？好，确认了。哎，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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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想的细节太好了。感谢球奈，英格兰出不了线的一个飞机。你直接出坦克。对啊，你到自贡嘛，你总归要搞个耳机，到时候才好直播呀。但那几天直播效果肯定不是很好，嗯，对吧？对的。哎，但也没办法，过年嘛，总要回去一趟。过年对吧？喜庆一点，这很正常的。啊，看到来了，但是你地堡都好了，随便拖一下对吧？等导弹出来之后，这个局面就可以。挡住了，就打不进去了。第一时间看到怎么打得进去吗？导弹车都出来了。这砸有什么？这只有这种先把房子锁了。只有出火车的，你才打得到。就只有没侦察到了，你才没侦察到。然后你出火车的，刚好火车一出门，几个蟑螂已经在脸上了。这种第一时间侦察到了，刚刚那个细节太好了。一般来说看到狗很多人就往回跑了，他进去再看一眼。好，把你房子全部锁光。去自贡回上海，这个局面，补云跟机器感觉还是要打一波。他好像没有他，我觉得他不运营是对的，运营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是不是嘛？对他已经没得选了，打一波，这个开个三矿给你看，家里面各种续兵拼一枪，这是对的。哎，这火蟑螂死的有点，这巨木小操作非常好，不是要取的。今年那个自贡的那个灯会换那个地方，从我出生开始，你妈这个灯会就没换过地方，今年换那个地方。以前都是在彩灯公园，现在好像不用了，今年好像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还不知道在哪里。他难道仗着自己有个运输机就能干？对呀、啊，有什么不能干的吗？看到你一波了呀，我就要回家去了。怎么？兴奋剂马上好了。这兴奋剂现在很快的，他地堡也没卖，直接修一下。这修地堡呀？这干嘛？他怎么直接就农民出来跟狗刚啊？不，他没打地堡。那你围一下地堡，他不就打地堡了？死了七个农民，哎，也问题也不大，三个房子七个农民也守住。在运营，还可以，总的来说还可以，思路挺清晰的。换到大山铺去啊哈，那不是很远？我靠，换那边啊，这个地方我灯会有什么好看的吗？啊，灯会还可以啊，自贡的灯会。哎呀，灯会嘛，就这种元宵灯会嘛，不就马猴？你们他妈的，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不，灯会不是元宵灯会吗？我靠，还有什么灯会啊？哎呀，你他妈没到过自贡。他妈的，你说的那个不是自贡那种灯会，
种那种大型的彩灯，还是很还不错的，做的很热闹。不是你说的那种，你妈挂几个那种没有、啊、那种灯走来走去的。不，对啊，我知道呀、啊，就哇，我说的刚才说的是那种什么，就比如元宵节就挂点灯笼什么的，对吧？不是那个，我说的这种，不是那个。啊、那上海不也有的吗？这种过年什么灯光秀什么的。哎，没有自贡那个做的大。哦，这样子啊。妈的！而且我跟你说，全国做彩灯的都是自贡人出去做的。这个是自贡的一个绝活，我跟你说，真的呀、啊！我没看过，也没经历过绝活啊！知道，绝活是吧？绝活啊，三大绝活之一。那还有两大绝活是什么吗？冷吃兔肉恐龙呀、啊！恐龙，你妈恐龙跟你妈自贡有什么关系？你妈自贡是恐龙之乡，好不好？妈的有，妈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你他妈懂不懂？还有点历史的，没听过。你妈的，我只知道，我知道古时候你妈，我自贡你妈的以前还富过呢。我只知道妈的有个常州有个恐龙乐园。哎，那个你妈的哪能跟自贡比嘛？我靠，自贡是真的是你妈的恐龙之乡，你不信就算了。自贡化石多的一逼，妈祖上真的是阔过的。你不要以为你妈我跟你开玩笑的，祖上真的很阔，你妈盐都好不好？感谢求老先来我读不上博士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啊，两船兵各种在搞。啊，再拿两船兵空投二矿。防肯定能防下来，但是呢，有点烦。这个现在很吃力，不是攻击防的，对，非常吃力。整个运营一直落后，开局太那个了。感谢求老先来我读不上博士的一个飞机。被这几条运输机搞得有点烦。嗯。你这个兵种组合你抓不到，就现在就跟你磨呀，把军坦控制住，然后过一会儿等兵憋起来就一波了。现在左烧右烧，烧得你很烦，对吧？这妈房子我感觉打了1000块的房子，妈的，这种各种在你妈 F 二走，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就这样投你，你能怎么办嘛？你能怎么办？现在我就感觉你妈他在秀，我也感觉在秀。你妈的玩弄于股掌之间，好了呀，他要推了，差不多了啊。两攻两防都不用等了，我感觉。坦克数量8个坦克。那还有一绝是什么吗？还有一绝、啊。妈，好像我也不知道。喂，妈不是三绝吗？你。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扎染。还是什么的？扎染是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妈的，我百度一下。我靠！你他妈，你不是自贡？小时候学过的，还背过的，都忘记了。真的、啊？自贡三绝啊！自贡有大三绝、小三绝，好不好？他百度出来了，我跟你说了吗？大三绝，对的，我跟你说了，刚三绝我都说完了：千年盐都、彩灯文化、恐龙化石。然后小三绝是公扇、扎染和剪纸。哎呀，我把小三绝说成大三绝了。你看大三绝，我上来就跟你说过了，说明我小时候还是背过的，还知道一点东西的。好了，两个两房，两个两房了。这波军要推出来了，这一波推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普伦根基这盘被打得非常非常的狼狈，不，这最后就两攻两防这波推出来就没了。对，真的推出来就没了。这好了，这边一坨动了，这一坨那要人命呐、啊！你看那个地图上的一坨，像不像个牛在跑？估计有十个坦克，九个坦克，我靠！死了，这波架在脸上。打你这种什么蟑螂火灾带狗毒爆是最适合的这个坦克，除非是他在走的路途当中被你冲，只要他架好你就没了。你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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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顶着，他就顶在这里，你冲嘛。其实呢，我觉得已经算就是操作不是很好了，已经。对他没有顶的特，纵深顶的特别好。对，但没用，就这个，就这个位置顶住你怎么办？死了呀！就第一波顶完就死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坦克一下被近身的被毒爆狗，他只要顶出一定的一个纵深，你就没得打。我靠，这个火蟑螂瞬间就火蟑螂，他想去砸，直接二比瞬间搬了两盘回来，感觉这两盘搬的时间还没有第一盘打的时间长。下一张特里同也不好打呀、啊，感谢求奶无脑周黑、无脑周黑合家安康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哎，真的自贡还是有点东西的，你们如果有过年什么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灯会，真的不错。哎，二是要回云南，先去吃一顿菌子火锅。虽然现在这个季节不是什么，感谢求乃我愿是，感求乃我愿是战不拨款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但是菌子火锅真的好吃。2020自贡灯会全新开幕，不如我们来先赌一块，一赌为快吧，还可以啊，真的。我云南回云南不是不吃米线，是米线太多了，而且云南的米线一定要去那种小地方吃才味道好。感谢你要到乔老师来，我找不到对象，还有奥利给干的兄弟们，还有6588831精算考试必挂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们的礼物啊！感谢你们飞机。云南是这样的，你米线的话，你要去这种小的地方，比如说我老婆家那边通海嘛，玉溪通海县、啊，一个县城里面他妈那个米线，好吃的一就很正宗，对不对嘛？没有不，其实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就跟四川的火锅和重庆火锅一样。你说你随便进一家四川火锅店，或者你在重庆进一家重庆火锅店。不是要找那种，我跟你说，就是你要找那种老店子、小店子去吃。哎，对对对对，就这。那你搞那种，哎，你跑到四川去，你搞两个那种妈的那种品牌的连锁店，其实吃不出味道的。是的呀，对吧？你要找那种千万不能去餐馆连锁店，对，要去这种老的那种苍蝇馆，对吧？就说白了，就不也不是苍蝇馆，就现在就普普通通的这种小店呀，早点的这种小对小吃店，就那个味道。小店要去。这个是真的，妈的！我告诉你们，在云南吃过桥米线的都是外地，云南人不太吃过桥米线的。那云南人吃什么米线呢？妈的，云南人都是吃小锅米线。哦，就过桥米线是他妈的，就是到外面去开才有这种过桥米线，对不对？不是，就过桥米线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外地游客过来吃嘛。啊、哦。根本我又没说错，我靠，里面肯定有很多云南兄弟的，妈个鸡！什么叫行间？我说的是事实好吗？啊，早上你妈先搞个烧饵块，然后再去吃完米线，爽的一天就那么开始了。他们问你有什么区别呢？过桥米线、小锅米线啊？过桥米线你们肯定都大家
大多数人都吃过的呀、啊、就是买了一个什么骨头汤或者鸡汤这种高汤，然后你什么肉啊什么米线这种菜啊什么下进去，然后等一会儿，然后搅一搅就吃了嘛，这是过桥米线、啊、小锅米线不，小锅米线是你在那种松小的锅里面煮的那种，就给你现煮那种，放点腌菜，放点那个辣椒，然后煮完之后给你加一勺什么炸酱，加一勺什么 加一勺什么香菇丁，或者 加一勺牛肉嘛，都可以。那你吃没吃过折耳根呢？折耳根我知道是什么，但我吃不习惯。折耳根很好吃的，但我折耳根吃不习惯。这个叫鱼腥草，其实叫。对的，折耳根在这边叫鱼腥草。以前我们吃那个锅盔夹凉粉的时候叫夹折耳根。好了，飘大河了，这盘是骏马。嗯，看飘大河会不会转接话，因为骏马现在已经拿到赛点了，所以说他相对来说会打得比较求稳一点。折耳根就鱼腥草啊，但是我就有些人是吃不习惯的，就我就吃不习惯折耳根。我们那个通海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叫你妈的叫什么？叫那个叫什么？炊锅，对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拿那个锅拿上来，我以为是完了。哎呦，这一波进去，哎，好在上面还有一波狗，三个农民还行，四个还行，四个还行。后面那波狗立了功啊，杀了四个农民还行。哇，贵州人天天吃炊锅，我靠，那么好。炊锅是什么东西？炊锅我开始端上来，我以为是老北京那种涮羊肉的那种锅，它也是铜锅做的嘛，中间那层不是放炭的嘛，中间。啊，但是打开就不是这样，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菜，就比如最下面是什么什么什么是白菜，或者再上面一层是豆腐，再上面一层是什么，土豆啊洋芋之类的东西，对吧？再上面山药，再上面是肉，再上面是什么火腿，反正一层一层这样盖上去，也压得很厚实。我靠，那么靠谱，吃的一批那个煮出来，听起来很靠谱啊，孙哥。这盘靠谱的一逼，哎，我觉得不人跟机器这么打还是有优势的。这个大河感觉也飘不到什么东西，你家里面转接话嘛，他也懂了，还是有优势的这个局面。丝娃娃，不好意思，贵州的洛谷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吃，好吗？啊，我对你妈的这种真的。中国的大多数美食从来不抗拒。不是，伯恩基现在是有优势啊。怎么说呢？他三矿饱和了，对方又没有，哎，对方三矿也没飘出去，你妈的坦兵建筑也没有，就几个一个大河飞一飞，你杀点农民算什么吗？我农民暗满，让你杀，我这个时候四矿都可以点呢。在经济上来说，在经济上的确有优势，这个是实。伯恩基四矿都可以点呢，这个时候。他蟑螂转飞龙，然后转腐化一波，对不对嘛？嗯，你都没有，没错，出兵建筑，他一定是优势的呀。这种判断我们都不敢下，那我们还解说个锤子。大河已经烧不了什么东西了，其他现在就等着大河炮好来，发大河炮差不多没啥了，就走。对，啥都没打到，而且我蟑螂也出来，我不怕你。而且现在这个局面你也杀不了东西。就现在这个局面也就这样了。嗯。你的确能搞搞事儿，我承认你能搞事儿，但是搞事儿也就这样了。再来进不去。这不是这兵还不是很多的样子啊。不也没事啊，你只要杀不到我农民就好了。哎，这都绕进去了。这什么东西啊？那蟑螂怎么从后面走过来的？不还好，二矿九个农民还是有点多，很多。不，这还是有点多了，14个了。不，哎，这都让他这个丢进去了。你要不，你要想这里其实没烧那么多，他主要是那个大河还搞了一点。不，这波被加起来。但我跟你说，他本来是准备打一波的，这个地方他连四矿都没开，他准备拼一枪的。我觉得不是跟你刚才形势判断绝对有错误的。他应该先6分钟就把四矿先点了，
他形势绝对有错误，他判断他就想打一波，他是铁头想打一波，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优势或者没什么信心跟俊姆打后期，就想铁头一波，然后带腐化直接。但我告诉你，这一波如果说第一时间续出腐化的话，他还是能够打一波。但感觉刚才农民被烧完之后，他补了波农民没有钱了。我跟你说，他这个形势判断错了。哎，蟑螂耗费死的有点多。那这你还打个毛一波啊？你这个把前期所有的优势都送光了。本来那波农民是，如果你是先点的四矿，然后你那波农民送了，你被按了，你再按一波农民就完了，你还是优势，你四矿打三矿。你现在等于一波又打不出去，你这个四矿又没开起来，那你这个就很裂了。感谢球，那今年一事无成的一个飞机。不，这一盘是他大局观的问题。像前期你大河什么都没打到，火车全送什么都没打到，那你重组不是优势吗？你为什么要急着去打一波吗？有点急，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点急。他跟你说，他就觉得。就觉得俊姆比他强，他就想一波把他吃掉。对，啊，这个现在已经没救了，现在已经没救了，现在只能打大后期了。但是没用了，俊姆已经全线领先了。不是优势打不打一波，你们说优势打一波是没错，但是优势打一波你可以先把矿开了再打一波啊。你矿了，你矿开了你不补农民就好了。刚才这个局势根本就没必要打一波，你就开四矿开四矿五矿连开你可以。对，你就等着对方来骚扰你，然后守住对方的骚扰，然后把自己三本升起来。这个是你要有很有自信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么打。你就三矿四矿，四矿五矿连开，你妈对方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明显来说的话，补阴跟机器并没有那么的一个，就没有的那么的一个自信吧。嗯，是虫族这个种族，大家一定要记住，虫族这个种族不是说我开一片矿我就一定要运营的，我先把这个矿开到那个矿上，因为虫族是补农民很快的一个种族，他矿一好，他你不按一波农民，他瞬间就可以饱和，所以你可以在矿好之前你一直暴兵，你就打这一波都可以的。你把这波打了，你没打下来，然后你按一圈农民也可以。你这波只要出去换得到，你优势还是能保持下去。这是种族特性决定的，虫族是一个可以瞬间饱和运营的一个种族，跟其他两个种族有点不一样。啊，打掉一个大河。这个局面不是跟这个比较多了已经。慢慢运营呐，这个时候他把前期腐化有点多了，这个腐化真的有点多了。那这地面怎么挡呢？要去抓，他有飞的呀，他能出来说明就有飞啊，但可能要被打掉一个。没有飞吧？哦呦，还有，哎呦，我这都没掉啊，真差一点。就我们烧点农民现在不影响大局。我就觉得到两百人口这波，两百人口这波他挡不住。这一拳其实对这拳对虫族的要求太高了，这一拳很难挡。我觉得大河道不用担心，以不利根系现在这个腐化的数量解决大河道没什么问题。腐化非常多，大概有个十三四个，已经够了，而且还有感染虫可以同化完成。但不是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变大，没有气来变大龙，它要变大龙是不可能的。啊，推了，这波不好挡啊。这定是什么意思啊？定没用的呀，这种他想控还没好，那能量不应该用。俊姆已经连你变大龙他都已经防了，对啊，里面混了四个，就是这个组合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人族的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组合，什么都能打。然后大河飞一边，正面推一边，
虫族现在打这波其实不是很好打，哎呦，打完就飞啊。好，来同化，这波同化完成，三个同化，但是被秒了，完了。哎，没有没有，还是打。他你把坦克在后面，直接把他秒了，你根本同化完成没用。这个已经算操作的不错了，同化完成。嗯，大号可以送掉了，没用了的，就这样。接下来就火车带雷神了。坦克数量已经够了，我大哥你要送掉其实也很凶啊，下面几个雷神打疯了已经，无所谓的呀，这哎对，大河现在已经没用了，还是有差距，当然也是现在机械化比较强势的一个原因，对，现在这个强势的坦克雷神带火车侠这样的一个组合的确现在虫族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说同化完成的话也要看对方走位，如果对方走位好的话你同化完成都没用。虫族现在配兵越好操作越好，对不对吗？那也很正常，还有各种飞蛇还要物，这种才打得赢。同化完成吗？玩个哎呦被看到了，别死了。他的配兵就是那种十个坦克左右，然后带火车，带点火车，带点那个雷神。呵，你妈那么多雷神，这个真的是这波非常厉害。妈，这波就算你有十个大龙，你都挡不住。这波挡不住，大龙根本打不过这波。他直接秒这个呀，他雷达扫过，把你的那个同化完成秒了就完了。没用，没用，根本就没用。我这个路口机器，妈的，三比一。虫族的账是要还的。对，现在已经在还了，也在还债了，好不好？现在已经在还了。好了，那这样的话，第一场是 Dream 3比1的比分淘汰了 Bring 机器，那第二场是 Sola 要对阵的是碳基。